在我们左手边呢，就是红米 K30S 至尊纪念版，然后现在是右边是我们最新发布的红米 K40 啊，就是最低配那个版本，1999那个版本啊。我个人认为啊，小米这一次把价格拉回了1999啊，那一直在最近在购买，才购买了 K30S 至尊版，还有一直在等着 K30S 至尊版的那些朋友们啊，是不是估计要抓狂了啊？因为从配置上来说的话 ，K40 好像是除了摄像头之外，几乎就碾压了 K30S 至尊版。无论是从屏幕是最大的差别，因为屏幕是K30S 是使用了个 LCD 材质，然后 K40 呢是使用一个 OLED， 而且是三星E4材质的，这个跨度是真的非常大。第二呢，就是它的这个前置开孔，K30S 是左上角，个人认为是中置的可能会更加好看，不知道小伙伴你们认为哪一款会好看一下啊？然后最重要还想说一个，就是它的厚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个厚度简直就是个飞跃的提升。 K30S 让人所诟病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它凸起的摄像头啊，5000毫安大电池没有办法，加上它这个侧边指纹啊，所以说它的厚度就飙升了。这一回 K40 是在7.8毫米，好像是7.8毫米，196克啊，真的是一个飞跃级别的一个提升。你看这个 K30S 真的是有一点分量啊，然后这个 K40 一拿起来简直就是太新颖了。然后我们继续再说一下啊， K30S 它是采用了一个高通865的一个处理器，然后 K40 呢是采用了一个高通870，也就是865的一个升级版本，这一点呢肯定是也是要比 K30S 强很多的。然后在它的那个双扬声器方面呢，我们现在也不好对比，手机也没有开机啊，先开机了，我们一会找个机会对比一下。接着就是咱们拍照也要对比一下啊，我们先来一个拍照可能最快一些，我们看看这个拍照到底差距有多少，我们现在就来对比一下啊，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拍摄一组样张。好，现在是红米 K30S 至尊版拍摄一组样张啊，然后再近一点拍一张。好，这两张已经拍成型了，然后我们红米的 K40 也拍一张吧，远一点一张，近一点也拍一张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现在我把摄像头重新对焦一下，可以看到，小伙伴们，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屏幕是不是有一定的差距，然后第二呢，就是其实我感觉这个6400万好像就是解析力好了一点，但是从画质和它的纯净度通透度来说的话，貌似好像 K40 给我的感觉更舒服一些，不知道小伙伴你们是怎么认为的？当然也有可能是K30S 这款 LCD 的材质反映出来的那个给我们的感觉有可能会有误差，因为它要看底片来对比，可能会更加的公正一点。我再打开之前拍摄的这一张看一看，我放到最大看一下吧。你看6400万的可以放得很大。它的细节也会更多，这就是4800万和6800万的一个小区别吧。好吧，接着我们再对比一下它双扬声器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扬声器对比环节，现在左手边是我们最新发布的一个红米 K40， 然后右手边是我们的上一代老旗舰红米 K30S 至尊版，就是它的老大哥。我们看看它双扬声器的表现吧。好吧，然后我们现在看看 K40 的表现，扬声器调到最大。
小伙伴们你们听到了没？不知道你们这里听得清不清晰啊，我听的话K30S 它的响度会略微大一点点，但是 K40 会更为清晰一点啊。如果小伙伴们，如果你们觉得K30 会更好一些的话，也可以在评论区我们讨论一下。